진짜. 완전 쪼이크 좋아. 이번에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重点，是个重点，哎呦，弄弄看。这个老板，哪有这么疯啊？对啊，复古。刚从瑞士回来，那你那个……我跟你讲个趣闻啊，我跟他们喝酒，刚喝酒，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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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天机岛，然后给我去开会，不是谁是人啊？当那个，当那个，当那个，就是那天机岛，就是领导。哦，学生。然后我也觉得那个是，但是他们都是开这个会，就是他们带着他俩，就是那个嘛。挺远吧，当时把你们吓傻了吧？就快走了，快走了。这么差不多吧，我上的差不多吧。不是你真的，他们太恐怖了，这太吓人了。你是哪里人？你不是山东吧？我是山东。你我就知道了，我就知道山东人才会这么说呢。不是，你得用你说。这是东北的，这喝酒更猛，是吗？肯定的，这一点。他笑而不语。我就没见过酒瘾嗯，也是很难的。没见过。对，那是那边人包的啊？那边人包的包，根本没有安慰工作。他就是被他，你说根本就没有安慰工作的，为什么？就是只有中国人才这样子，不是，就是亚太地区，亚太地区，像韩国也是。这些也是